请坐。哦，王老师是。哎，当然。还有朋友在？是的。哦，来，你先坐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先跟您说，这位是欧火雄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的儿子想要插班到哈佛高中来念书，希望校董帮忙，所以才希望大家可以当面直接聊一聊。我老大哈、我儿子啊，排行老大啦，欧贤明。当然，他虽然高中辍学，就学业上有一点差一点，但是哦，他电脑方面超级有天分，非常厉害。我不想埋没他这个天分。我知道哈佛高中是一间非常好的学校，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让我们家欧贤明到哈佛高中就读了。欧贤，谢谢你对我们哈佛的肯定。至于令公子想要插班我们哈佛，这点我是没有意见。可是问题是，现在是第二学期的期中，要插班进来没那么容易。大爷，不然这样啊，看学校有没有什么困难哦，我捐个几百万没问题啊，我挂名。啊，哦。当然真的啦，我刚不是说我们家欧贤明电脑很厉害？不是我随便乱编的呢。当然，你看见哈、哦，我们家欧贤明，他在国中的时候就拿过世界电子竞赛比赛冠军了。这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儿？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。看来欧贤明不只是电竞高手，还是个顶尖骇客。嗯，很优秀，确实是个人才。所以我也真心希望校董帮忙，让这个孩子可以重新来就读。既然王老师都开口了，我当然要卖你个面子。没问题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我会知会董校长一声。是，谢谢大爷。欧贤，别这么说，孩子想要读书，我们应该尽量帮助他，这才是我们办学校最大的责任跟义务。谢谢。这是我点过这个。蒋医师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代班，有什么状况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之前课座位教的时候有看阿西怎么做，所以还蛮上手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你之前诊所的工作怎么办啊？哦，我请了两个礼拜年假，也找了代班医师。你果然像旭成讲的一样，做事情很靠谱。谢谢。桃李，要获得我们哈佛高中弥族人的夸奖是很不容易的。好啦，赶快点餐了。今天餐厅离学校很近，而且它商业午餐都很便宜。以后你可以常来。好，你知道吗？这间餐厅是阿喜先发现，然后才带我们来的。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桃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提到阿喜的。你还说？没事啦，你们不用顾虑我。虽然我不知道阿喜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我相信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对。你们两个这样站在门口，谁敢进来？客人都被你们吓跑了。难怪刚刚有个小朋友看着我们，看着看着就哭了，原来是被吓跑。什么吓跑了？一定是我们的气势太强，他被我们的气场震撼到了啦。这有可能。还好小店长没来，不然我肯定被炒鱿鱼了。你们两个真的很碍眼，进去找位置坐了。可是你的意思又跟老大给我们的意思不一样。对啊。还是我们就假装没听到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两个不肯听我的，
我只要打电话给欧火熊，说你们妨碍到我上班了。哎，你来干嘛？怎么样，打搅到你工作了吗？有事快说啊！老板好。好，滚。是。我是来告诉你，学校的事情我搞定了，你可以去哈佛高中上课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咖啡种类挺多的。老大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你一个喝茶的人，学人家喝什么咖啡？回家吧。不就有茶叶没有？你走的时候把那两个甜品给我带走，妨碍到我上班了。被打成这样，你们赶快送他去医院吧。好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。阿宝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那个。二毛啊，今天被人打了个半死，丢回到我那里，还是让这两个家伙跟着你，我比较放心。哎，你们俩离我远点。我们两个在这里保护老大大，老大。你就安心上路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大头员居然把二毛还给欧火熊，这表示他可能已经知道证据不在二毛身上了。你今天不早点回家吗？哦，说到这个我就气。嗯，贤哥刚才特地打给我说什么，方妹要抚慰她受伤的身心灵，叫我不要太早回家，哎，叫我把时间都花在你，反正就是叫我不要太早回家啦。哎，嗯，吴文达今天不是休假吗？对啊，今天就是我班长。还有那个什么明什么王的啦，哎，对啊，哎，小苹果，今天吴文达休假，你去咖啡厅干嘛？我当然是陪我们家玲玲啊。小苹果，你真的很贴心哎。吴老师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？但是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情需要由你的浩南叔亲口跟你说。艾米，你还好吗？玲玲，我有点事情要处理。今天可能就不能陪你去咖啡厅了。